会议开始之前，众人齐声合唱布农族语歌曲，也是期许族人能够更团结一心。布农族民族议会办理2023布农族领袖会议，邀集全国各地的布农族专家学者、意见领袖以及青年组织等，希望凝聚共识，并一同推动族群中的公共事务。他要带出去，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学者、校长、博士等等，还有我们的支持双专哦，希望我们不要吝啬。 继续为我们布农族，打出一片天。我们原民议会在推动原住民族权益跟自治这个工作呢，是很重视的，期待就是说我们的布农的民族议会能够正常来运作。 会议中也针对国土计划法划设、布农族古调汉记仪的传制保护，还有编设各社群的语言研习班等多项族群议题进行讨论。不过，事实上，布农族民族议会也有一段时间没有频繁运作，或是没有正式的办理会议。因此，早在会议开始前，也有外界质疑这次会议的功能以及效力。我们的议会组织的这个章程宪章，都是依照这个总统府的规定。 来设置人员，还有执行这个一些的这个议会的功能，在我们全省的原住民的民族议会里面，有的都已经很正常，慢慢的取向也将来就是要做少那个自治区的一个方向。这次会议也包含改选议会的议员、议长和副议长。族人也期盼在新科议长武浪还有副议长胡美的带领下，民族议会能够正常运作，并且背负着与政府沟通的责任，持续争取族群权益，也团结族人向心力。原视新闻，昆迪南投埔里采访报道。